为了凝聚台东市大马兰地区16个阿美族部落文化交流，台东县马兰年龄阶层文化促进会11号晚间举行大马兰阿米史文化音乐节活动，主要是想要扩大一个部落的连结啊，因为其实现在部落都已经分散了，但是主家是在马兰，想要透过一个这样的办活动，一个观念是有一个回娘家的概念，也希望说一些马兰的歌谣可以传承给年轻的一代知道。透过部落合作，族人重新设计联合丰年祭的办理方式，让每个部落族人都是活动的主人，并规划属于各年龄阶层的主题活动。最大的收获，不外乎就是互相认识啊，再来就是一个部落跟部落的一个凝聚力在。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让我们年轻人去知道说，其实我们还要努力的东西还很多，不管只有歌谣，可是还有现在哥哥他们在做的传统领域，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必须努力的，一步一步慢慢做。透过歌舞活动，还有复音传唱，大马兰阿米史文化音乐节希望营造部落间和谐团结的氛围，并展现社会教育跟文化传承的双重意义。原视新闻 比亚台东市采访报道。